你还敢过来？我忍你很久了。嘿，嘿，嘿！说了就睡五分钟，你至于吗 ？H 跟彩灯的这个关系很微妙。H 冲，冲就冲！退退退！彩灯丝毫不怂他。去 H 证明自己。好男不跟女斗。能理解 H， 能理解。弱爆了！是可忍，狗不可忍。啊！竟然偷袭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来就来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非要把我惹毛，别跑！哎呦！一心哥，救命啊！柴犬打人了！啊！哇！怎么了？别站着！怎么了？那个干呀！能理解，一心哥能理解。能理解 H， 能理解。关键是吓死了张艺兴，这太吓人了。直接吓进屋了，就给吓跑了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？约好了现在出发去赶海，他一直赖床不起。沈腾老师不也赖床没起？其他人怎么就没一直吵吵吵呢？哎，不是撒手了。你睡没事，你休息。哎，好好，宝宝躺好。这是不是发烧了？你发烧没事，你在这躺着别动啊。嗯。为什么没人叫我？啊？出海出海没人叫我，捡海捡海没人叫我，为什么？腾哥，你不是发烧了吗？谁发烧了？你不说你有点发烧吗？我说我有点发烧。沈叔叔，这是失忆了吗？人没醒的时候哪儿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好了，我也不该那么急眼。都别生气了，我们可是团结的向往动物家族呀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沈叔叔慵懒的样子和蛋总特别像？不不不，沈叔叔不是懒，只是忙得不明显。手法妖娆，流程齐全。蛋总是好像全程参与了，但又好像完全没参与。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一切了。没有没有，你可以的。我不可以，我真的不行了。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我怎么就是一个疲惫的工人嘛。你可以站起来吗？我可以，但是我不愿意。啊？我真不行了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今天这个运动量真的是我一年的运动量，我不开玩笑。你现在真的除了废人有什么能形容你的？没有，但我很快乐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能躺着绝不坐着吧。蘑菇屋滑水大师鬼蛋总莫属了。李蛋一点活都不会的，并且拒绝体力劳动这件事。能力都是逼出来的，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。沈老师带团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，所以他看别人干活时嘴也一直没闲着。那他一下瞧瞧出来了，稳准狠的小伙子。你这对，你这瞧得太对了。干大事的人啊能成大事。哎呦哎呦，我这心狠手辣呀。哎呦我一星行啊，干大事的人啊一星。哎，谢哥。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，只能干到死。一星哥被沈叔叔拿捏了，那也是经不住沈叔叔这一顿夸啊。哥，当你受到表扬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更想干活？多大岁数了，能上轻易上这种当？沙老师就会啊，被黄老师拿捏得死死的。沙溢会生火吗？哎呦，这真不会。哎，沙老师，歇会儿喝点啥？不是让你来干活的，
逗你玩呢，哪能让你真干活？这干活都靠自觉，你知道吗？快看快看，黄老师开始挖坑了。沙溢表现不错啊，沙溢。沙溢好，沙溢特别好，表现真棒、啊。何老师的坑挖的也不错，哎，是不是特别爽，特别有成就感，对吧？何老师把那些都拿过来，都拿过来。哇，再来，上瘾了。哇，可以。哇，亮光，不下来了。就这么一步步被带到坑里了。沙老师走过最难的路就是蘑菇屋的套路，心疼沙老师三秒。当然，劳动有被动型，也有主动型。是的，你看大靖和紫薇一来就主动找活干。黄老师，我能帮干点啥吗？黄老师，我能帮干点啥吗？对，大靖上次说代表东三省最能干活的。我们别的没有，就有劲儿。东北第一大锤，东北第一斧，东北第一刀。我太行了，我贼自觉，我准备干活了，就走了走了，打鱼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真是干活小能手啊。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、他们还捕到了巨型海货，咱太猛了，真的带个巨型海货回来啊。哇，这是海参啊。哇，那个好大，漂亮耶，太好了。我第一次听说婚宴是自己做的，新婚大礼吧，真的来度蜜月，漂亮。你们三个人就在混吗？太惊人了。下期让我们和冠军一起探索海洋吧。